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2月7号礼拜三的各星座运势。好运星座，我们要恭喜双鱼座的朋友，在今天恋爱相亲有人做媒，是属于一见钟情的好运一天呢。再来，天秤座的朋友呢，在今天身心和谐，心灵合一，健康运逐渐转好。再来，恭喜射手座的朋友，在今天是个人魅力最佳的一个状态，而且是今天有人告白。两名星座在今天要特别注意哦，一个是摩羯座的朋友，小心酒后驾车，会有被罚款的一个现象。再来，处女座的朋友呢，小心感冒，要注意你的健康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推荐，火象星座请你用迷彩的颜色，幸运数字是8；土象星座请你用蓝色，幸运数字是9；风象星座请你用金色，幸运数字是5；水象星座请你用黄色，幸运数字是7。